又到兄弟连加老系列课程时间，我是非著名讲师威哥。家中在有，不如威哥在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的第33讲，这个冒泡排序算法啊。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原理的分析，是吧？这一节呢，小节里面呢，我们是给大家来一起来代码实现一下，好吧？如何实现的 ？OK， 我们看啊，这个如何去实现呢？首先这个数组是吧？这个是啊人气指数啊，我们已经定义好了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我们说通过两个循环来去实现是吧？我们直接啊看打开我们的这个啊三人课的代码。好，打开这个代码里面，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个循环，我们是来控制什么呀？控制轮儿。控制这个轮数是吧？控制这个啊比较的轮数。对，比较的轮数。一共要多少轮？四轮，对吧？对，四轮。所以我们这个 for 应该是 i 等于零， i 小于几啊？ number 点 length 减一，减一是吧？length 减一， length 是五嘛？五减一四是吧？对。OK， i 加加。好，长度减一就是我们的这个轮数了， 对吧？好，有了轮数，那每一轮 i 等于零的时候，每一轮要比较的次数是吗？对。OK， 第二个循环就是用来控制每轮怎么比较的次数。每轮呢比较多少次一个循环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我们用 J 是吧？ 0 J 小于多少？ number 点，你看一下 length 减一，是不是第一个是四次啊？四次再减 i， 减 i j 下加，看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是减一减 i 呢？第一看减一就是四是吧？对，对吧？四为什么还要再减 i 呢？因为你看每一轮的这个次数是不是一直在减少？是。根据这个轮数的增长，根据轮数的增加，是不是这个？次数就在减少啊，对，所以第二轮就应该是几次？是四个数三次，四个数三次，对，对吧？所以说刚好是这五减一等于四，是吧？对，四减第二次就是一是吗 ？i 是一吧？i 是一，刚才减一是不是三？对，就三次了，三次，所以刚好是减去这个轮数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减一减 i， OK， 好，减一减 i， 我们就是这个每一次比较的轮数了，对，对吧？轮数了 ，OK。好，那么有了这两个数以后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两个数进行比较吧，对，对吧？进行比较。好，那么进行比较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要通过调换位置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调换位置，我们需要通过第三个变量，是吧？第三个变量，比如说我们先定一个啊 ，temp 临时变量，好吧？这是啊，用来作为这个交换的什么临时变量是吧？临时变量作为交换的。OK， 在这里面我们怎么交换呢？好，先看第一个数跟第二个数进行比较是吧？如果第一个数是多少 ？Number 的几？的 i 是 j 是吧？对 ，Number j，j 是不是第一个数啊？对，第一个数，如果第一个数大于。大于我们是从小到大排是吧？对，大于 number 对吧 ？j 加一加一对吧 ？j 加一是不是第二数了？对，对吧？刚好是它提出来的位置啊。j 加一如果大于的话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我要交换位置了。对 ，temp 应该等于 number， 我先把这个 j 数呢怎么样？是不是先存起来啊？对，对吧？把这个数先存起来，然后呢，存的目的是为了给它再赋值 ，number j 就应该等于多少 ？j 加一 ，j 加一了。对吧 ？j 加一 ，OK， 就把后面那个数付给前面那个数，然后后面那个数呢又等于前面那个数，是吧？对。j 加一就等于多少 ？temp， 哎 ，temp 就是把这个第一个数临时存起来了，对，对吧？临时就把位置进行怎么样？交换了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 ，OK， 对，这是啊，两个数比较大小。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？交换位置，对吧？交换位置。OK， 好，这就是就交换完毕了。
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么这样这个循环结束以后，我们这个数是不是排列好了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输出一下？对。OK， 最后啊，最后我们打印输出。我们说，使用这个啊，使用这个冒泡是吧？冒泡排序后的这个数列是吧？数列是是，哎，是多少？我们就给它输出一下啊，我们用霍金环输出吧。对 ，i 等于零 ，i 小于 number 点什么 length。i 加加， i 加加，是吧 ？i 加加 ，OK。输出，好，输出。System.out print out。print out。print out， 然后是 number。这是 number， 知道 ？i。i。中括号 i。是吧？中括号 i，OK， 把它输出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加一个。等会儿。空格吧。好。好吧，加一个空格。OK， 这样的话我就把它输出了。所以这个 i 在这儿是可以。又单独用了是吧？因为这个 i 的作用范围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在这个大括号里面啊？所以除了这个大括号，这个 i 就没有意义了是吧？所以在下面这个 i 是下面这个啊，跟这个 i 是没有关系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编译 ，Ctrl 二执行，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？冒泡排序排列后的数是654680696705826。对，对吧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好，这就是我们通过冒泡排序啊，然后实现了这样一个美女人气指数的这样一个排名，对吧？排名就这样了。OK， 我们再回头大家再捋一下啊。你看，第一个呢，循环控制的是什么？轮数，对吧？一共要比较多少轮？就是俩俩相比，就是小靠前，对吧？哎，认识简易。哎，轮数，两个相比，相邻的两个数相比，小的排前面，大的排后边，这是从小到大排是吧？如果你是反过来呢，就是从大到小排了，对吧？好 ，OK， 这是然后每一轮比较的次数就是刚好减去，啊，当前数的什么，减一减 i 是吧？减去每次的轮数是吧？对，减一减 i，OK， 然后实现，通过第三个变量，然后交换一下位置，交换位置，对吧？就 OK 了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冒泡排序啊这一道题。好，小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真明白了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吧 ？OK， 理解的透透的。啊，好 ，OK， 那这是我们这个冒泡排序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冒泡排序呢，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下面。下去呢，都去练习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威哥在手，天下我有，下期再见。